哦，他那边有垃圾桶。吃饭了？来了。来，今天我们吃南昌拌粉。好。哎，等一下，你喜欢吃鸡蛋，我这份给你吧，我吃你这一份。鸡蛋你都不吃啊？不吃不吃，你吃吧。好吧。鱼儿上钩了，等下有好戏看了。我先吃点玉米羹，等他吃饱了就不会抢我鸡腿吃你吃饱了吧？嗯，差不多。你这下面藏的大鸡腿，你当我不知道啊？哎，这怎么是假的呀？因为真的在我这呀。